吃喝玩乐太放纵，身材走样超严重。让你点一碗面就送你十样小菜。那时候碰到拍古装戏的时候，他去定做，就一套哇。你知道中间差这么多？因为我之前就是在西班牙念书，他们就是很大只啊。你在那边算瘦的？对，我胖到我妈不认得。是你吗？不会吧？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。这是吴亚博。